氨水洗脸，生肉面膜，绦虫减肥，砒霜美白，老鼠皮美容，和死人合影。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尚有多奇葩？作为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，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，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文化可以说达到了全盛，艺术界群星夺目，大显身手，美妆界更是奇葩开会，萝卜乱炖。在当时，化妆的女人被称为彩妆女郎或女织女，是被人摒弃的。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化妆是不礼貌的，一位法官甚至宣称口红类似于巫术，可以引诱男性。你以为这就放弃对美的追求了？ No no no，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，既然鲜艳亮丽的彩妆不行，那就整个自然亮白的素颜妆。那种得了肺结核苍白的不要不要的肌肤，发烧时脸颊微红，泪眼朦胧，体型消瘦，病入膏肓的破碎感看着就很不错。一时间，上流阶层对死亡十分痴迷，肺结核成了罗曼蒂克的代表，没病的想方设法也要得上，要的就是那种要死不死的费用。你是不是有病，这句话在现在是骂人，在过去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赞美。如果死活得不上怎么办？摸的关系，水质你值得拥有，指尖轻轻一点，想要多白就放多少血，如果嫌疼还有物理手段 Plan B， 彼之砒霜，无之美妆，内里吃填满身的白垩片，喝水银净化血液，外里砒霜沐浴，敷鸦片面膜，拿氨水洗脸，内外一条，最后拿含铅极高的涂料擦遍全脸，遮掉疤痕和痘印。其质地与油漆相仿，涂完能在脸上形成一层薄薄的壳，使皮肤像瓷器上的釉一样细腻光滑，纯净洁白，半透明。为了让皮肤看起来更加透亮，一些女性还会用蓝色颜料给身上画静脉，以凸显自己肌肤胜雪，不需要在太阳下劳作的尊贵身份，主打一个出门在外，身份全是自己给的。一波操作下来，人均顶个惨白的大脸，素颜效果杠杠的。但铅具有腐蚀性，一通过皮肤吸收，摄入量过大会头疼、便秘、记忆力衰退，而且这种底妆极容易崩裂。上了妆的贵妇必须时刻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不能大笑、皱眉、大口吃饭，不然会裂开，扑簌扑簌往下掉渣渣。一张脸几乎包含了整个元素周期表，久而久之，面部毛发脱落，人们开始拿老鼠皮造假眉毛，好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有型。当然，这都不是事儿，皮肤惨白只是第一关，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，同样不能放过。在当时没有美瞳，也没有美颜相机，为放大双眼，让心灵的窗户看起来水汪汪的，很多爱美人士会来几滴滇加或者柠檬汁。滇加是一种加科草本植物，可以扩散瞳孔，但滇加全株有毒，长期使用可使人视力模糊、致幻，严重者会失明、皮肤溃烂。而这还没完，折腾完上面，人们又开始捣鼓下面。当时欧洲贵族酷爱束腰，腰越小人越美，社会地位越高。为了达到40厘米的小蛮腰，贵妇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勒，甚至将铁质胸衣穿在身上，结果勒得五脏六腑都飘移了，呼吸困难，肋骨受压，随时可能晕过去嗝屁。但当时的人们依旧我行我素，为了穿上小蛮腰蓬蓬裙，节食减肥不择手段，一口绦虫下肚，怎么吃都不胖。好家伙，欧洲有属于自己的裹脚布。皮肤身材打造完毕，人靠衣裳马靠鞍，为了打造前凸后翘的傲人曲线，当时女性多穿着裙撑，在裙子后部形成饱满的圆形形状。到了1840年，人们开始痴迷马鬃编成的中型裙撑，后演变成克里诺林裙，又蓬又大，看起来十分梦幻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裙撑越来越夸张，从两三米窜到5.5米，很美也很要命。风一大，一些妹子因裙摆进风被吹飞，运气不大好的直接吹进了河里，加上裙撑极大，导热性极佳，不少人转个身的功夫就被点燃烧作一团。1863年，智利圣地亚哥教堂大火，妇女们的大裙子堵住了大门，导致许多人没能及时逃出，死亡2000多人。除了高跟鞋、蓬蓬裙，当时还流行着动物标本帽，这些以蝙蝠、公鸡、猫头鹰、老鼠为主题的帽子可是非常流行的高级时装。除了样式上严格要求，这些个贵族对颜色更是挑剔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白净，许多贵妇痴迷绿色，拿植物汁喂衣服，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。直到德国一家服装公司研发出一种新型绿色染料，怎么样，这个绿色小裙裙是不是很小清新？大咩，最迷人的最危险，这个如宝石般耀眼的绿色其实主要成分是砷。1861年，一位19岁少女穿着绿色的裙子不停呕吐，据说去世时眼白也变成了绿色。
发现此氯有毒后，人们当即呼吁停止使用，但被美丽蒙蔽的时髦精们不服，继续对着绿色狂喜，不仅制成绿色的衣服，还拿来做墙纸。除了这些时尚界的骚操作，专家还跨越多个专业鄙视母乳喂养，建议各个家庭大半个月不要清洗奶瓶。就这样，奶瓶呕臭成了细菌培养皿，而且说好是奶粉，其实里面掺了大量面粉。孩子饿得直哭时，有条件的新手父母会采用鸦片丁，认为只要睡着就不会哭了，于是孩子养着养着就没了。在那个动不动就嗝屁的年代，遗体艺术摄影横空出世，备受欢迎，单人合影全家福怎么拍都行。人们相信这样不仅能保留下死者最后的面容，让亲人为之缅怀，还能保存下他们的灵魂，说不定哪天就起死回生了呢。据说儿童摄影的起源就是把凉凉的 baby 摆成睡着的样子拍摄下来纪念。这哪是欧洲奇葩时尚啊，简直就是一部恐怖大片儿。